大家好，我叫李静玲，然后我来自于中国广东广州，然后是一名配音演员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，然后谢谢老板可以让我在这里录一段音，然后交回给我的这个录音组，让他们可以在年前就把工作做完了，谢谢老板。这还挺专业的，然后也很棒的一个录音室，应该是录过很多